吉士哥会同大家讲一个钞票嘅鬼故。如果大家第一次嚟听我哋嘅 channel 嘅观众，记得快啲订阅我哋嘅 channel 啦。如果唔想错过我哋最新发布嘅影片，记得揿埋隔篱嘅钟仔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中意钱，但系大家知唔知道喺香港沦陷嘅年代，有一个银行家就系因为钱被日军虐杀致死嘅灵异故事呢？事件发生喺1903年至1943年之间，有一位英国嘅银行家叫奇礼宾爵士。在香港沦陷后，日军在皇后大道中的汇丰总行大厦设立了政府总部，英军、加拿大军、英属的印度军和本地的义勇军战俘就会被送到去深水埗阿加路街或者北角的战俘营，同民国是港侨民被送去赤柱拘留。沦陷的初期，小部分的欧籍医护人员和银行家就会留在营外面，好像医务总监司徒永国医生和汇丰总司理奇里宾爵士。日军将银行家留在营外面，命令他们要将所有银行清盘，将资产转到去横滨正金银行，又逼令他们签发一些以印制但是没有资产抵押的钞票。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展开，东南亚各地的各国银军抵达，加拿大亦派军队前来香港。当时汇丰银行总部设于香港，奇里宾爵士感觉到战事就来逼近了，就为了不要被银行因为战争而停顿业务，就安排逐步地撤离部分人手和资产，以确保资产不要被敌军拿去。当日他见到公司将一箱箱的钞票运走，直至塞满整个货运船舱，对公司来讲金钱是安全的，比人命重紧要。12月25日香港沦陷，奇里宾爵士和他的妻子和银行的要员都被日军活捉成为俘虏，而奇里宾爵士就是比较幸运，因为他的身份特殊的关系，没有当场被人杀死，而是被强迫清算遗留在来的资产，加签那些未发行的纸币，等日军可以在邻近国家购买物资。奇里宾爵士作为银行家，当然有留意各国的发展局势，尽管伦敦可以靠电台有宣告不承认这批银纸的效力，但是奇里宾爵士亦偷偷在纸币上面加了一些记号。邻近的地区亦知道，若果日本继续壮大，自己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但是面对金钱的诱惑，很多人仍会选择收取这一批染满血的钞票，售卖物资给日本。情况就好像强盗入屋行劫之后，用抢回来的钱向邻居购买物资，邻居亦都很清楚强盗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但是都愿意收了那些钱。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的攻势一直都很迅狠猛烈，但是面临的资产短缺的问题，民军一直都想用办法切断日本的资源补给，所以日本只能靠抢夺的方式去维持作战的需要物资。奇里宾爵士在日本人的眼中是一个印钞票的机器。当时的奇里宾爵士仍然在市区作有限度的活动，于是他就会趁在有自由活动的时间暗中联络英国，尝试找出营救他的方法。另一方面亦会偷运一些金钱入去赤柱的拘留营，接济一些困于营中的英国人。而当时香港的市面仍然勉强可以运作，在日军的强迫下，市民只是可以使用军票，原本港币是以一对一兑换军票，后来因为日军更需要更多的钱去购买物资，变成4元港币才可以兑换1元的军票。有一日，奇里宾爵士遇到一个衣衫褴褛、只系得翻皮包骨的男人，在这个男人在街头上一直叩头行乞，而所有人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然没人理会了。但是奇里宾爵士
就在袋里面拿了一沓钞票出来交到这个男人手上。那个男人跟他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只能用军票的？奇里宾爵士就苦笑地说，他身上就没有军票。最后那个男人就将钞票收下。当时奇里宾爵士和民军的通讯以及偷运金钱到拘留营的事就被日军发现了，他受到日军的严刑对待，还差点没命。对日本军来说，奇里宾爵士这个人形钞票机的命已经不值钱了，于是就将他送去赤柱拘留营。在进入监狱前，日军将奇里宾爵士带到市区，望着远处日本军设置的街头哨站说，这个人是被你害的，任何人藏有港币，格杀勿论。日军指向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奇里宾爵士放眼望去，就是早前遇到行乞的那个男人。他用上衣食住啲大米，在街上边经过哨站，一名日本士兵大喝，挥手示意那个男人走过去。那个男人成身震一震，急步咁走过去，不断咁向日本兵低头鞠躬。日本士兵就叫那个男人跪下，那个男人照做。然后日本兵就绕到那个男人的背后，士兵拿出手枪，砰一声，男人就昏低了，白米染成红血。奇里宾爵士看到这个情景之后非常之愤怒，为什么日军可以这么残忍滥杀无辜。之后奇里宾爵士就送到去监狱，由于环境非常之差，缺乏粮食，奇里宾爵士不足一星期就发高烧，全身长满毒疮，亦都患上痢疾，导致他神志不清。但是日本军多次拒绝医生替奇里宾爵士治疗。有一晚，有一把很奇怪的声音跟奇里宾爵士说，你想不想为死去的人报仇？奇里宾爵士就说，你是谁？为什么你要帮我？那把奇怪的声音就说，你不要理我是谁，快点将钞票拿出来给我玉卒。奇里宾爵士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为了可以帮其他人脱离日军的残酷对待，唯有相信奇怪的声音和留下的钞票。于是奇里宾爵士就跟玉卒说，我都快死了，这沓钞票我就送给你用了。玉卒见到这沓钞票之后就很兴奋地说，为什么你可以收埋这么多沓钞票的？我要跟上头报告。奇里宾爵士就说，我都就嚟死啦，呢沓钞票只有我知你知，你惊乜啊？你仲同上头讲，你自己用好过啦。于是呢个贪钱嘅玉卒就将沓钱袋喺袋里边，等放假一出街就开心一番。呢一个贪钱嘅玉卒就攞住沓钞票去疯狂消费，仲话请其他士兵食饭。其他士兵都觉得奇怪，点解佢可以有咁多钱用嘅？如果被将军见到你，你会死噶！贪钱嘅玉卒好似变咗第二个人咁，完全冇理到其他士兵嘅忠告，仲话我哋今晚去夜总会开心下啦。点知第二日起身，那个贪钱嘅玉卒就非常之惊讶咁讲：点解我会喺夜总会啊？今次死啦！佢就立即问相熟嘅士兵朋友发生咩事。他听完之后说，为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的？我只是知道有搭钞票而已。他话都未讲完，砰一声，贪钱的玉卒就死了在地上。原来开枪杀他的是玉卒的将军，将军就对死去的玉卒说，你都好大胆，居然去夜总会。夜总会是你去的吗？跟我手去室。士兵在玉卒的身上找到一沓钞票，将军就说，跟我好好保管他。贪钱的将军当然将玉卒的钞票据为己有啦。但是灵异的事件就是这样开始了。将军在每一晚睡觉的时候都听到一把奇怪的声音跟他说，你够不够钱用啊？我还有好多钱啊，我给你啊。将军他日渐消瘦，情绪不安，仲成日自言自语咁话：你唔好再俾钱我啦，我唔要啊！点知有一晚，将军喺别墅传嚟一下巨响，于是将军嘅士兵就去睇下别墅，睇下咩事啦。士兵就发现将军瞓咗喺地下，死状恐怖，身上仲有一沓
滿布鮮血的鈔票，消息很快地傳到奇里賓爵士的耳中。最後奇里賓爵士在1943年8月21日病死在赤柱監獄之內，而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投降香港重光後，史上最邪惡的鈔票瞬間就變成廢紙了。我吉士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如果大家有不同的鬼故，歡迎留言和我們一起分享你的經驗。我們下一條片再見，拜拜。